是水，是一粒微尘，微尘中悬挂着星空，是一滴水中，滴水中汹涌着汪洋，是心灵镜像中的时空远眺，是古远天问中的。屈原不是问了几千年吗？屈原天问，古远天问中的当下回音，盲视着，不仅是生理盲视，还有精神盲视，盲视着，无从目击丰盛的空无。你以为无中生，无中就是空无什么？无中生有指不是隐形时空、微型时空、暗物质，这你都看不见，是不是？盲视着无从目击丰盛的空无，失聪者耳朵聋，精神的耳朵也聋，喜得发白的，脑瘫说自然了，失聪者无从提听轰鸣的寂静。你以为没有声音就能？没有声音的呢，其实是最大的声音，只不过你听不见。日光下不断卷，得失得与失啊，得失的绑架，沉念中缠绕着。不觉得不会断绝的梦痕，做梦的梦，隐含的痕。这是我第三次问答，以后的他亲眼目睹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夜半时爬起来，正在夜已经梦醒了，有时候身衣食不挂就开始这样对着那个地板啊。就是说话，你看我感觉鬼来了，你看他起来了，你看到我抱一下那消息，你什么时候学？